你小心点啊！你们走开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。悠然，爸爸跟你买了你最爱的棒棒糖。我不吃，我都要没有爸爸了，你还让我吃棒棒糖？悠然，你不要胡闹，是你胡闹还是我胡闹啊？这是我和爸爸的秘密基地，你不能过来。悠然，爸爸妈妈已经和好了。骗人的。没骗你，悠然，不信你问妈妈。 对，我们已经和好了，悠然。爸爸妈妈不会分开的。我们已经和好了。啊，乖，听话。悠然，爸爸现在过来好吗？这是你和爸爸的秘密基地。妈妈就在那边等着，爸爸过来就是和女儿一起说说话，吃吃棒棒糖，好不好？快去。妈，妈妈就在那边等着。啊，妈妈不过来。妈妈不过来。在这儿等着，没事。 爸爸过来了，我不过来，你别动啊，你别动，拿着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棒棒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先过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先过来。啊，好了，别难过，我先帮你出来啊，哎，小心点啊。 下次不许这样了，啊！你这样让爸爸妈妈多担心你啊！好，来，咱们回家。来，我们回家，啊！悠然。